展开出道后第五次世界巡回演唱会，日前刚刚结束在日本的演唱会。4月29日在工作空档，在社群分享多张外出游玩赏花的照片，吸引大批粉丝关注的视线。照片中，他化着淡妆，头戴黑色帽子，身穿白色连帽上衣，搭配蓝色牛仔裤。特别引人注目的是，他拍照时俏皮嘟起嘴巴，还将双手举起放在头上，露出纤细的小蛮腰，模样又性感又可爱。另外，他还带着两只爱犬出游，只见他双手分别抱着两只可爱的狗狗，对着镜头露出灿烂甜美的笑容，可爱模样令粉丝的心纷纷都被他融化。尤其是其中有一张照片，他还逗趣吐舌头，做出超萌表情，令粉丝直接原地恋爱。还有网友幽默笑说：“好想当他怀里抱的狗狗啊！”